为了让更多单身朋友扩大交友圈，在忙碌的生活中寻觅幸福，大同区公所与台北霞海城隍庙合办爱情与你相约大道城单身联谊活动，精心安排丰富游程与体验活动，搭乘爱之船欣赏河岸风光，在浪漫的氛围中放松身心，增进彼此互动，并且走访贵德街古迹老屋与迪化街爱情产业链店家，以及去台北霞海城隍庙拜月老牵红线赐良缘，最后到 T Fashion 时尚基地进行联谊传话筒以及体验手作植物扩香石，让参加者感受满满幸福氛围。参加我们的活动，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部分呢？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爱之船的部分，我可以搭着这个活动提供的游艇，然后享受这海上的风光，那我也可以认识很多的异性朋友。那如果大同区公所未来有在举办类似的活动，你会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参加吗？一定会啊，因为我在工作上其实我能够认识更多的机会是很少，所以我很推荐假日可以来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中间的话就前面有老师的示范，然后到制作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先在图纸上面拍自己想要的设计，然后到搅拌那个石膏完以后，就是排版到最后的那个成品，就发现是比自己想要的做起来成品还漂亮这样。玫瑰的花语是一见钟情。单身联谊活动总共有40位未婚男女报名参加，参加者可获得植物扩香石、大道城码头货柜市集、爱情甜蜜蜜、电子票券等丰富好礼，让参加的朋友们能够感受满满幸福氛围，也借此宣传迪化街爱情产业，增加商圈的曝光度。那我们今年我们大同区公所为了因应我们的晚婚以及不婚的这些趋势，那我们在我们的大道城这边办理了单身联谊的活动。那今年度我们一样是结合我们的船公司来搭船的行程，让我们参加的朋友们可以从不同的景观、不同的方向来看我们大道城的这些河岸风光。那也带领大家走到我们的大澳城的街区，然后透过我们走读的导览老师的讲解，让我们参加的朋友们可以认识到我们大澳城百年的历史。那最后我们也到了我们的霞海城隍庙，那希望透过月老的加持祝福，让我们这些参加活动的男女可以结成连理。那我们也最后会带领我们的朋友们到我们的 T Fashion， 就是我们永乐广场4楼的场地，然后与我们在地的店家来结合，那所做我们的扩香石。那希望透过我们活动的方式，然后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拉近距离。那最后我们真的也很希望，就是有缘的这些参加的朋友，可以持续的透过我们不管是之后我们的一些活动啊，我希望能够让彼此能够持续的联络，然后让我们的姻缘可以持续的下去。在台北霞海月老加持下，活动当天总共有9对速配成功，一年内结婚者还可以再获得区长祝贺红包，祝福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们快快脱单，立马找到幸福。大同区单身联谊棒不棒？棒！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